起岁月凉薄，心空着，陷入漫长沉默，被遗忘或记得，如海上浮沫，平凡背影淡漠了轮廓。命运是越背越重的壳，浑浊的烟波各有江河，多少酸甜苦乐，起起又落落，远去的人是否还能联络。你曾想过忙碌奔波，到头来却是为什么坎坷颠簸，焦头烂额，只是拼命的想活着。有太多无法割舍，有太多难以言说，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振作。你向往的千方百计回避了，反而更不舍，想挽留的倾尽所有，最终还剩下些什么？回忆总萦绕身侧，太多孤单却活着，生死离别若不由人选择。嗯，那个我给你大概说一下这个小狗西西他现在目前的情况。就是首先第一，他那个皮肤病嘛，皮肤病当时咱不是说怀疑他是那个免疫疲劳性问题嘛，就给他吃的是免疫抑制剂，就是激素啊，就是用了这些药物去帮他控制症状。疗效还挺好的，几天他基本上都能就是看到明显的这个皮肤的改善，但是就是想给他尝试着给他减量，然后但是你看减量了之后，他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了这个周围皮肤的溃烂，然后现在又给他吃回正常的量了，就是还有一天要吃两片，一天两次那样的去吃。然后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，估计可能都要终身去吃这个药物了，然后就是一直要吃这个药。对，不吃就会反弹。对，不吃就会反弹复发。啊，但是那个，就是长期的用这些激素，然后可能会出现就是激素的并发症嘛。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些皮肤变薄、多饮多尿，然后会出现可能会出现，就是有种病叫库欣，库欣是综合症，啊，它可能就是因为激素导致的，就是内分泌的问题引起的。怕他吃时间长也会成那个问题，现在确实很麻烦。是的，他因为激素是双刃剑，他有效，对，因为免疫，现在怀疑他是免疫性的问题，就是用上激素了，缓解了，但是停用激素了，他又复发了，然后长期用吧，他又是会有别的问题，他就是 很头疼一个问题。他这个眼，我刚不是流浪出血，然后我看那个走路走不直，就是看不见，是吧？对，估计是视力是影响了，然后。因为咱这边检查眼睛的手段可能比较有限，然后如果是说有条件的话，不行就带他去郑州去看，找我们老师去看看眼睛，然后再看看这个皮肤有没有好的那个解决办法。啊，就是郑州那边能检查他这个眼睛，对，还有这个治疗方案，对，是吧？对，然后首先是看他的视网膜嘛，我们要拍眼睛照相机，这边在南阳市可能都没有这个东西。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整个的全身的体检，然后可能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去确诊他这个皮肤的问题，然后更系统化的去给他去吃药，然后加量减量，因为这样能维持时间更长一点。咱们现在初步观察他这个眼睛是彻底失明感觉，是吧？对，他好了两天，就是皮肤病症状控制那两天，他没有那么忙那么狠，就是他能多少看见点东西，但是就是减量，就是我们把药减量了之后，眼睛症状开始严重了之后，他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跟之前一样变成全盲，全盲的感觉。但是我感觉还不一定，就是还有点希望。对，还可能还有希望，我们具体的话还是要等到做就是到专科医院，就是专门去看眼的，就是说找我们老师去专门去看眼睛的医院去给他再做详细的检查，然后再去评估。那行，要不然我带他去郑州检查一下吧。
中。你要去哪儿练习你老师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帮你练习一下。嗯嗯，那行，你帮我约一下，看有时间没？好吧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没事。